你有替他买过卫生棉？什么口味？口味？你都可以买错了吧？八分吧。你到底为什么八分？一万分。哦哦哦哦欢迎收看《脱路哥的食物系列》的好朋友，我在。大家好，我是奈奈。哎呦，奈奈 ，OK 了，不要闹。各位奈奈，我们闹大学有新成员了。巴拉哥说他很像那个什么 ，aespa 的 Winter。有点紧张到睡不着啊。OK， 今天就是街访，好不好笑？就是街访的人，不关我们的事，不要紧张，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非常特别，雷尼亚委托我们闹大学的去问男生们。对女生那个来就是月经来的时候的安全感了不了解？今天的主题就是想当安全感满分男友，女生的月事就是你的事。所以让我问一下奈奈，在女生那个来的时候，怎样会让你觉得哎很有安全感？我觉得都说是安全感了，要有被照顾到的感觉。哎呦，我曾经有一次跟我男朋友去餐厅吃饭，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月经突然来了，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求救，他就马上跑去买卫生棉给我。重点是公分数还买对，超级重要。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好贴心，很贴心，是不是？对，当场整个贴心感爆棚。你有为女朋友做过什么贴心的举动吗？在她月经来的时候？我觉得女生晚上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会翻来翻去，可是在半夜他就流出来了一大滩。其实我是个怕血的人，但是我刚刚那天说没关系，帮我帮他清，拿那个女生不是有专门洗月经的那种清洁的，就帮他这样用，然后拿熨斗把它烫干之后，晚上就说那没关系，我就睡觉，就这样，然后等他说那个再洗洗就好。哇，有贴心到哎、欸，有，我觉得这样子女生应该就会很感动。那我们今天就来问一下好不好？情侣，我们今天来找情侣，男生到底在他们那个感情世界里面，能不能给那女生在那个来的时候？很有安全感。OK， 那你先去，好不好 ？Go， 我先看你的表现如何。OK， 去吧，去。就安全感而言，你会给你的男朋友打几分？98。哎，很高哎、欸。你给自己打几分？肯定是100的吧？该做的都做。100分。你为你自己打几分？99。有我可能不够的地方。8分吧。1到100分。1到100分。能忍能忍死。哪方面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如果他一直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一直都有约会的话，就会觉得他不会搞鬼。哦，但是他一不在，你就觉得他在干嘛？对，他在做什么事？你给你女朋友有几分的安全感？90分嘛，因为比他80分高。能让他知道说其实没那么差吧？30分。30分？为什么？为什么30分？他好像对其他女生比较有兴趣，比起我，他没有很喜欢我吧？自己给几分？你觉得也没有很高，应该也是就刚好及格60。其实他约我，然后我没有答应吗？然后我之后我想约他，然后他又不想出来，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有时候时间会凑不上嘛，他就没有问我时间。没有。那我们先问其他的问题好了。70分，那30分少了哪些？他有女生的好朋友，还是会联络，其他都还不错。哦，那老师这一题很贵耶，这一题就扣30嘞。已经30。那还有没有做过让你觉得很贴心的事情吗？有一次从学校回来，然后我生理期不舒服，然后他就给我送红豆汤。当时是怎么样状况？这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做个贴心？突然间迟到。现在都没用。被爆料了，啥都没有了。你觉得女生在生理期来的时候有哪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不便的地方吗？痛吗？怕露出来之类的？她会一直哀哀叫。不舒服、腰会不舒服吗？可能变很懒啊，肚子会很痛很闷。那当你女友生理期来的时候，你会对她做一些哪些贴心的举动吗？知道哪几种公用卫生棉是哪时候要用到的。几公分很重要哎。那你对男友的现在的回答的时候，那你觉得给他分数还是100分？对啊。你有替他买过卫生棉或什么之类的？哦，有啊。我有替他买过。有几公分？几公分？这个我知道什么品牌了，就是那个什么口味。口味？你都可以买错了吧？那个是情趣用品的。你买过几次？一次而已。哦，一次而已。而且是在还没在一起前。这个地方就尴尬了。
你听完他像刚刚上面的回答，你会给他打几分？一不及格，不及格了。就会陪他，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帮他分担什么、啊，帮他买吃吧或者什么。刚刚他的说法的话，你会帮他从三十分加分还是扣分？加分吧。其实我们才刚交往哎，所以。哦，真的假的？该做的都做。例如说，你们出去约会吃个饭，然后吃一吃，然后他说：“我去厕个所间。”然后突然跟你说：“我很不舒服。”这样子。可能就先陪他回家吧，不舒服就是还是不要乱跑，待在家比较好。那他刚刚那回答，你给他打个分数的话，10000分。哦哦哦！用一句话来形容月经，你会怎么形容？那几天对男生来讲就是小灾难，血红红的。你知道卫生棉有分公分数吗？知道有长的短，不知道就是有分哪些，因为。我之前我女朋友她都叫我买最小的。那你知道女生月经来的话会有哪些不舒服的举动吗？头晕，没有力气，会酸痛，情绪会低落嘛，很容易感冒吧。我女朋友是这样。好像每个症状都她女朋友都有。小灾难，头痛，心情变很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帮女生买过卫生棉吗？还没有，没有。会啊会，对他叫我买哪种我就去买。我发现很多男性朋友对月经其实还是不太了解的，他们好像只知道流血啊，很痛啊，红红的。那这样子，奈奈，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让我们开一堂月经小教室。卫生棉它其实有分不同的公分数，这是日用的，那也有分夜用的部分。女生月经来都已经很没安全感了，还要再担心外露的问题，就是这样会睡不好，所以挑选对的卫生棉很重要。哦，那我真的觉得当女生真的很辛苦，你知道每个月还要来一次这种痛苦的事情。所以那今天要推荐什么给大家？我今天就要来推荐雷尼亚卫生棉给大家啦。雷尼亚卫生棉到底有多厉害？跟大家说一下。像是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是会坐一整天，对，那一站起来呢，就会担心外露的问题。或者是走路时会卡卡的，还有睡觉的时候也会担心。我觉得这款卫生棉有三大特点：超级薄、超能吸、超干爽。你看这款卫生棉，只有0.1公分，用起来超没存在感的。但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哦，嗯，它已经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了，对，它哪来的空间还可以去存女生的那个精血？重点来了，它同时又有两倍的吸收力，两倍的吸收力，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日本独家的哦。嗯，超能吸锁水片可以把水锁在里面，就不容易外漏啦。嗯，加上它可以快速的将水分向下导流，嗯，所以扩散面积小。那用起来的时候也很干爽，不会黏黏的，不用担心外漏的问题。那我总结一下这款卫生棉，它就是可以一次解决女性朋友们在月经来的时候会遇到的任何问题。嗯，所以我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用用看，有一种找到救命神器的感觉。哎，这个真的是只有你们女生才会懂哎，我们男生完全没办法想象这种女生湿湿黏黏或不舒服那种的感觉。而且啊，雷尼亚零触感特薄的包装本来就有7款马卡龙配色的包装了，已经很可爱了。嗯，最近呢又推出了2款角落小伙伴的限定款包装。大家都知道角落小伙伴是安全感的代表吧？哎，等一下，那不就跟我们雷尼亚主打的安全感完美搭配？就是要让我们女生在生理期来的时候有双重安全感的感觉。这个包装真的很可爱哎。对啊，超级可爱的。那个可爱的角落小伙伴上面写什么？数量限定。用起来的时候真的会让心情变好哎。各位可以笔记起来一下好不好？我说的是男生们，月事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女生的事，要成为一个什么满满有安全感的男朋友呢？这件事情不能马虎。我自己亲身体验后也超有感的，所以也推荐给男性朋友们，可以买给女友们，让自己当个安全感的满分男友。你觉得那个来的时候让你最没有安全感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吗？他去上班，然后我就找不到人，然后又很不舒服，然后他就直接说：“哦，多喝热水。”要想好奇你们女生哎，你们那时候明明就不舒服了，不希望别人烦你，可是你们又想要人家陪你，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就是看到人就很棒了，一个安全感，因为我们没有就是住在一起的状况下，可能我半夜自己醒来，然后我不舒服。但是电话另外一端他睡着了，他不会接我电话。有一次我在学校吃饭，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会坐在就是琴房外面走廊吃饭，然后那天我还帮我那个会来，然后所以我就一大早穿了白裤去，然后接老板。对。那你觉得生理期的时候男生应该要做些什么
会让女生比较有安全感哦。买暖暖包啊，送午餐晚餐，特别帮她点热的，然后自己也喝热的，因为怕。好羡慕！对对对对。那我这个没做到。每次我女友在出去都在喝热，所以我刚刚我要喝冰拿铁。在旁边喝冰的给她看。我说哦，冰真好喝。就可能多关心我，热水袋啊给我敷，不然就是再准备红豆汤还是什么，这样就很棒了。我觉得不用做太多事情吧，安心就好。我在上班的时候，他会在他上班前会买一些热的东西送过来我上班的地方给我喝。每个月都会问我的卫生棉还够不够，要不要去，就是去帮我买什么的。这不错哎。好，我们今天访问完了，来，奈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对，其实都知道我们女生在月经来的时候会不舒服啊，对，没理由的。发脾气，他们就会想要离我们的远远的。对啊，我当然想离你们远一远的，又不玩嘞。但其实我们也是没有理由的，就会心情不好，会担心这个啊，或是担心那个。希望男生可以体谅一下。我觉得今天上了一堂课。希望男生们看完这一集，都可以成为可靠又有安全感的满分男友啦。OK 的，没有错。那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有我们一个抽奖的活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的留言板呢，留言我要两倍安全感，并且 #OK， 我们雷尼亚零触感特保，男生们赶快抽起来送给女友吧。没错，女生也可以抽起来送给自己用哦。OK， 超疗愈、超可爱的。没错，所以我们那个抽奖的任何的详细的资讯呢，都会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了。而且现在雷尼亚零触感特保卫生棉在各大通路都有贩卖，而且还有限时优惠哦。OK 的，好，那如果今天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还要记得订阅我跟瓦宅的频道和 IG。没错，那当然了，我们的二频呢还是开张了，各位开张很久了，大家可以搜寻闹大伤一下，好不好？有许多我们拍摄的花絮都在里面。那我们今天脱乳干大事成功，我们下次见，拜拜。会什么东西？我是看你们刚。